怪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记得我白天在城里逛街，怎么天就黑了？谁又暗算我啊？啊，这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会拿着它？啊，好痛！小姐，你谁啊？你从哪儿来的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不管你是谁，来干嘛？最好赶紧离开这里，今晚这里可不太平。而且女孩子独身在外本就很危险，你穿着暴露。阿弥啊，呸！浮生无上天尊，本道还有要事在身，请姑娘速速。什么人？正道门镇妖官也敢闯？正道门，没听说过。我是青龙帮灰熊组头领，识香的话。妖女，青龙帮祖传之宝程血珠你也敢偷？活腻了吧你？青龙帮，黑社会啊，真是无法无天，居然强抢民女，真高啊！废什么话？识香，你啥什么东西？还不赶快滚蛋！我们青龙帮抓人，难道还要选日子？你还让不让我说话？对不起，那女人是个妖怪，又盗取了我帮至宝，今天必须要抓她回去。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，青龙帮你可惹不起。哼，见死不救，岂不枉为修道人？况且她是人是妖，我一闻便知。她是人，反而你身上妖气更重。找打！两位莫打，小女子有话想说。今天我身体倍感不适，意识也非常模糊，行为不受控制。我本不信鬼神之说，但今天我确实感觉被什么东西给摄取了魂魄。如若是我无意识中偷窃了贵帮的至宝，小女子要立马奉还。等，快熊哥，这是否有诈？一个时辰前他还以一敌三暴揍我。别瞎耍花样啊！把珠子扔过来。好，接着。小芷，你去接。好的，一二哥。怎么样？灰熊哥，这的确是程血珠。意外的顺利呀、啊！我的手啊！两个小杂种，居然敢玩阴的！兄弟们，掏家伙，砍死他们！喂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们可没动啊！少废话，除了你们还有谁？相传后唐年间，刘皇后难产大出血，品云子奉冕帝诏曰，登上蓬莱仙山。献上大量宝物，得此成血珠一枚。不过百年后皇陵被盗，成血珠便不知去向。今天此等宝贝落在我们赤阴仙人手里，也算是天意了吧。只是钻入那女人体内的心玉只能操控她一个时辰左右，看来沈二哥新孕育的虫子又失败了。原来是你害我。你们果然是同伙，这明显不是吧，笨蛋！程血珠，赤阴仙人，摄心玉，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明显这一切都是你在搞鬼。搞鬼？我怎么没这爱、啊？速度还挺快，挺快，还挺嚣张嘛！先处理这失败品嘛，怎么处理呢？就吃掉吧。脑袋会开花的妖怪，不可能吧？烧妖图里居然没有记载。什么鬼东西，好恶心啊！你们慢慢吐吧，仙人我不陪你们玩了，再见。想走？什么东西？无量乾坤锁是专门束缚妖邪的法宝，本道士今日就要为收妖图再新添一掌。诛仙相连，阴困妖魔，阳固大地，就算你是厉鬼大妖也难逃束缚。再见。
吃我一剑！束手就擒吧，是妖人！是仙人，仙人！真让人火大！啊！居然无视法器，果然是妖人，赶紧记录下来！是仙人呐，混蛋！速度奇快，性格暴躁，锋利，不识如土。闭嘴！哇，真是当个石匠的好苗子。不过你的手会疼吗？我疼你妹夫！你到底打不打？不疼吗？那这样呢？哎，我把你记录在收妖图里了，赏脸看看呗。看，不错吧？嗯，什么鬼？那现在就得问点正经的了。啊，完了！你们几个笨蛋，我就赶紧过来。哼，没想到我灰熊聪明一世，今天却被这脑袋开花的妖人给耍了。兄弟们，拿出吃饭的家伙，准备！是。你从何而来？有何目的？个人还是团伙？巢穴在哪儿？你们属于什么类型？邪修炼制的新品种，还是妖邪串串？不说，就把你做成标本。真麻烦，都说了，我是仙人。仙人板板还差不多。给我扔！哎啊！还以为有多厉害，结果不还是一样不堪一击。好险！灰熊哥，快看，程血柱在那儿！还不快去捡回来！糟糕，不能让他们进镇妖关！兄弟们快！趁现在夺回程血柱！镇妖关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闯入。若敢硬闯，休怪本道不留情面。我本无意起冲突，只要你们稍等片刻，我便取出珠子奉还。我老子砍死你！别冲动，拿到珠子要紧，你最好动作快点，否则别怪我们硬闯了。好。哎，太好了，是妖没被我们惊扰到。啊？嗯，他不是死翘翘了吗？尸体明明还在外面躺着呢。大惊小怪，都说了是仙人啦，仙人会怕佛子？先溜了，下次再来找你玩，小道士。喂，你拿错东西了！化尘珠是正道门至宝，却不能在我手中丢失。